彻底板各个尺寸进行精确的定位，提高焊接质量和生产效率，改善工人劳动条件，降低对工人操作技术的要求，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，减少相应设备的投资，实现焊接生产线全自动化控制。车桥自动焊接机对车轴、凸轮轴支架和气室座支架实现一次性装甲，完成自动定位和自动焊接，是车桥生产线关键工序的必备专机。通过运动控制器，根据点击光扫描的焊缝二维轨迹坐标信息进行精确跟踪焊接，减少辅助时间，提高焊接质量，可以快速更换其他尺寸的车桥。悬架撑产线是针对专用车悬架焊接的专用智能化焊接设备，通过总线控制对各个工位进行实时监控，工件焊接程序客户可以进行人性化自行定义，完成工件从拼装到焊接的整个工序的自动生产。水博焊割自动化事业部隶属山东水博焊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，事业部专业研发专用车零部件生产制造设备。对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，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及先进的控制理念，控制部分可选用 PLC 运动控制器、 CNC 数控系统，焊接部分可选用世界先进焊接电源，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TIG、 MIG 焊接，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一对一的设计研发，实现一对一的私人定制。